好，准备哦。好急啊！这么快？啊，他躲在很后面呢、啊，哭啊！超冲啊！他躲在超后面的，真他妈不讲武德，操！操！大一的没有穿。哎呦，那个还弹过来！哦，我中了、欸，我中了，拜拜！狙击躲在后面，拜拜！后面有狙击。哎呦，那走路破了！哦，进来了。换一下掌枪吧。感觉听起来像零吧。打到一个，哦，还有他升龙蛋打不到我。左边有人。对，就左边的草丛太贵，在那边。然后那个左边进来。这是连发吗？我不知道，他哭太快了吧？还是那个电子扳机？有可能，因为他都没有升，他像变枪。我看他吃多久了，他打我狙击。他为什么左路那边可以打得冲了进来？这么大块！哇，这么狙击，看狙击躲在后面，这草丛看不到，我被狙击打到，哎呀，躲在草丛后面。外头，你站在那边，小外头会被打，他子弹会坏掉。阿土刚被打到啊？对啊，我刚站在那边，总共中了4发。很准吗？没打的比打的还中多的吧？到底是发小。